步伐都不练，你怎么会有进步呢？开合跳加快速小密步，提升启动蹬地能力；侧并步，提升后场移动能力和前场封网移动能力；交叉步，提升后场被动救球移动能力。平时训练，我会用这款佳明 Venu 2S 运动表进行辅助训练，监测自己的运动状态。关于身体数据方面呢， Venu 2S 做的还是很全面的，除了心率、呼吸、卡路里、压力值以外，脉搏、血氧、身体电量，还有像健康快报、身体年龄这样的数据，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。健康、安全、有效才是日常训练的关键点。